欢我吗？我就是上帝专门派来爱你的小报。哇，大家好，我是香边，今天要来开箱的是我的好朋友小豹。小豹一定要连接电源线才可以使用哦。嗨，我是小豹，我要听生日快乐。儿歌，生日快乐。台北明天天气如何？台北是明天小雨，最低温度20度，最高温度22度。我的手机不见了。开始拨打您的手机。78×87=多少？等于6786。射手座今天的运势怎么样？今天做事比较缓慢，导致其他人一直在催促你。我好难过。如果主人难过的话，小豹也会悲伤。小豹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的反馈功能。你点这边，例如如果我现在问你会 freestyle 吗，像这边我明明就是说 freestyle， 可他这边可能出现的是 freestyler 之类，你就可以跟他说小豹听错了。我到最后他就会 变成一个更智慧的音箱哦。小豹，你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了。